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假日科学广场这个活动。那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朱庆琦，也是假日科学广场这个活动的主持人。我们在这边非常感谢中央大学还有国文会对我们这个活动的经费的支持，让我们从2008年办到现在，然后不需要跟所有的民众收费就可以继续举办下去。那要特别谢谢学校还有国文会。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位讲者是我们的邻居，就是在万能大学任教的周建恒教授。那他跟我讲的是这个绿色能源科技中的物理。那周教授其实也是我的学长，就是我们在东吴大学是系友，所以都是东吴大学培育出来的这个学生。然后周教授在国内，他是以这个研发史特林引擎哦，非常知名，他是国内的第一人哦，做得非常好。那他做得多好呢？如果我们说这个一件事情可以做到国际知名的话，那大概就是周建恒老师了。他已经做到，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的频道叫做 Discovery， 他已经做到 Discovery 这个节目来访问他，然后介绍他的这个在能源方面做的这个研究跟努力。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请到这个应该说是台湾之光啊，也是世界的这个史特林引擎的专家周建恒教授来给我们做今天的这场活动的讲师。好，你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周教授。好，主题什么？大家看今天主题什么？哎，绿色能源里面的物理哈，这就刚刚一直开始这个开场白。我们马上看看实物好吗？看看15号，要围过来看吗？还是用这个看？好，这样看哈，看，好，可以放大。谁可以帮忙放大？不然整个好放到这里就可以。你要放大哪个？来，对这个，还有这个，可以吗？然后整个照出来吗？对，整个照出来。好，我帮你。不用不用。好，你帮老师，帮老师开那个就好。生命到底。我现在不要，现在不要。太臭了，太臭了。别说，别说，别说。是，要开关。我老师讲一下，同学。那个，苏老师看一下，可以，这个画面可以。可以哈，同学都可以看到，对不对？主要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同学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的构造事实上跟真的完全一样。刚才朱老师说我喜欢做那个史特林引擎，对吧？史特林引擎它。它虽然很早，但是一直没发展。近代又比较重视，因为史特林精度要求高。像这个哈，有点这个又粗又壮，然后精度要求不高，所以呢，对我来讲 small piece of cake 哈，这个把它做的跟实际的完全一模一样。那这边呢，干嘛？这边干嘛？不用，这个不用。你需要？他们可能听不清楚。好，来，你帮老师一下忙。这个干嘛呢？这个哈，就是把这个气流呢，让就 double action。它让气流跑来跑去，这样能够可以看一下这个把它放大，这边把它放大，哎，这都跟实际的完全一模一样，跟实，对对，这里对对，这完全一模一样。我看一下能放一个角度吗？哎，对，这边，没事，你看到这个地方，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改变气流方向的一个滑，那这边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结构，这几个连杆相对位置。要一个特定的相对位置，那这样子呢？事实上，这个蒸汽机跟实际的蒸汽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哈，原理上还有它的构造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哈，只是相对来讲它比较简单。另外呢，它可以看到里面。那我们现在给各位演示一下好不好？猜猜看会怎么样？好，把打开。可是呢，细节呢？大概我的
对不对？这样看得到吗？这样看得到吗？真的吗？你看到这样是这个真正的火车头是长这样，真正的火车头长这样。而这边呢，这边呢就是火车头里面的技法啊。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看几次啊。好了，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就所谓的高压的蒸汽机了哈。真的火，我今天本来有刚才有一个镜头，有一个真的火车头，对不对？我没有带过来，已经被我弄坏了。因为做成，我这个有点累，因为做得太快，大概两天就把它做出来，做完之后就开始觉得太轻松了，擦油漆，擦一擦粘在上面粘不下来，用砂纸抹一抹，抹得不太好，还是可以转就是了，我还放在那边。其实做这个不难哈，如果这边有高中或国中老师把它做出来不难的。好，这基本上是今天的开场白之一啊，我们做一个拿在旁边做。紧接下来呢，我们啊也是一样，不花太多时间，看看我做些什么哈。这个只是跟各位讲，这是热血。但是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太细的理论的部分，我们只能谈一些我们做些什么哈，大概涉及哪些，好不好？好了，我们看看哈。对啊，我们看看啊，几个做的有关于请坐了，请坐了哈。这是老师做的有关于史特林的，我们看一看他如果有声音的话是刚好。他可能有声音吗？有。我都不熟这个东西，每次都找学生帮忙。这没声音，没关系，我。这个基本上啊，它就是用阳光聚焦，用阳光聚焦。你看这里是有个，这边是有一个，下面是个，我们这样看一下，老师拉一下。然后呢，把聚焦在车里去，让它热。这个逼医生啊，这个逼医生，我真的爆粗口了，对。这是一号机，二号机，我老师不相信，我马上做了一个新的，生气了。看到命运，看到命运。然后这个二号机更惨啊，这就不相信谁的后果。这个引擎在这里哦，我现在为了安全提升，所以把用锡箔把它包住，免得它烧坏，就是怕烧坏。这个拉过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它的聚焦情况，你看。我们再看一次啊，这下面那个是，等一下，下面就是这个反射镜，这个反射镜特别安排上去的。哎呀，大声一点啊！你看非常快，可以看到啊，镜片反射对阳光聚焦的时候，温度非常高，一下烧起来。对，可惜今天不能烧哈，不然把它抬过来烧一烧。再下来是做一个我看一下。等一下，按错了。没事，我一不小心。哎，这是我们后来想，干那种低温的，好，那低温，这刚刚这个是个像大的放大镜一样，叫粉那样透镜，叫飞鸟透镜，可以聚光，聚光之后呢？聚光之后，把这里面的有一个热工作流体把它加热之后呢，把它热送到这边这个史特林机让它发电。好，这个是也是我们做的其中之一哈。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看影片就好，好吗？自由活塞型的，这个是这里我特别感谢，你看还是朱老师帮我很多忙。这个学生做一个硕士论文，做的就是自由活塞型的，你看他的确可以发出电力来啊。
你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线圈跟那个磁铁线性发电机，然后它就是用一个自由活塞的方法，这也是一种 Stirling 引擎。我们再看看这个，我后来我们做大，做的比较大，你看看这个。能源价格越来越高，民众抱怨吃不消，而现在有学者开始倡导多元化的小型发电方式，以后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是一个小型的发电厂，只要用家里头的垃圾就可以自行燃烧发电。将酒精灯点燃，放进加热位置，活塞以及引擎装置就动了起来，连带推动了旁边的发电机，产生电力后收音机立刻唱起歌来，甚至还可以喷出电力让 LED 发光。你把它烧一些了吗？你只要用任何热源去加热这个引擎，那引擎里面的空气就会膨胀，然后膨胀推动活塞的这个运转，你的运转就可以变成一种动能，然后这个动能可以用来推动各种机械，可能是汽车，可能是轮船，也可能是发电机。小小的客厅里预告着未来能源多元化以及小型性的发电方式，简单的木条、锅子以及玻璃管就做出原始的发电模型。而动力来源除了现场看得到的酒精灯、瓦斯炉、木炭之外，几乎所有热能都可以应用在这部引擎上，甚至连家庭本身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型发电厂。风扇型的发电厂现在是将来未来的趋势，而且我们可以就近的就把我们家庭的垃圾经过处理或者是经过分类就再燃烧，就可以推动这个引擎产生电力，提供我们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区的电力。如果那些不小心烧起来影响居家公共安全，燃烧器具还可以外挂到室外，跟现有居家用的瓦斯相比使用风险差不多。学者指出，目前的原始发电模型只能供应简单的电器，不过扩大发电量之后，包括电视等大型电器也能适用，希望未来这样的发电模式可以扩大供应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社区。记者李杰明、张庭工。这个就是把它做成发电了，因为这个电量老师就这个过程呢，大概估计一下它的输出功率多少，然后我们进一步来做一个载人车。哎，这个刚开始有点吵哈，因为我想用这个。玩具做特殊的能源，像有时候没办法再走回，我们去看看。如果好的话，我们就开始玩游戏；不好，我们就马上离开学校。走吧，走吧，东哥。老师好，老师，来学习音乐。吴师傅，谢谢吴老师。那已经尊敬大女方，说这哈，说懂啊。现在你看这个什么太阳能啊，环保节能啊，这种东西非常的风行的啊。对，是宣发那种替代的能源，或者是去讲究的是环保，像电视回收、换能源什么的。对，当然要更积极的做啊，更有社会的能源。你看，有办法，但当然懂得收回去了。这个是什么？这是玩具车吗？还是这是万能一号？哎，它长得都有二户，它是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叫万能一号，万能一号。对，它全部是木材做的，对不对？对，还有铁片。对。那这个是加95还是98？还是98？哎，这个柴油可以吗？柴油。这个引擎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使用油，油价一桶200块都没关系。哦。啊，它是使用任何热源。哦。包括太阳能、地热、核能，这个热色。农业废弃物，所有能够产生热能的东西都可以做它燃料。所以上次如果你把牛粪拿来哈，把这个处理以后，还是像烧一样可以走。那吃不了那饭再处理也可以，也可以。哇塞！那你现在加昆要加哪里？我现在最后的方便几段就是昆虫，主要是暂时还是用瓦斯来烧。瓦斯，它代表它。
只要是能够燃烧东西就可以。那载重量多少？70公斤可以。70公斤。70公斤。可以跑那么快？去过几公斤？40。你坐上来，你就坐上来。我40。坐上去。那现在要怎么发动呢？发动很简单。我们先回来，我先接个电话。马上有这块的卡都要进来订购了啊！这个是很讨厌啊，这个最好的，这个关掉，想到了。现场欢迎啊！怎么样？怎么样？哎呦！好强啊！越来越快。老师下来了，哪里下来了？哦，这个车没有刹车啊！这个车的确没有刹车啊！下次我要做一个可以快一点的。这个车有点快不了多快，所以我就算了。好、哦，算了。他因为初期的作品都是总是跌跌撞撞的，难免这样。这已经可以，哎，等一下，我要把，这怎么？我们还有做一些其他的作品，我们看一下哈。能做成这个音乐盒，它做小型的，这个做小型的，这个当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做的在边远地区，像我们创造，我看了一个数据哦，因为我们人类人口数太多，其实现在至少还20亿人没有用电，所以不能听收音机。我这个。好了，这个就小小的看吧，不能，啊，可以可以，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这个是一个，也是一种史特的引擎，哈、哦，做小小的就是了。用这个什么做呢？用这个玻璃就可以做。如果但是当然今天我们做简单一点，哈、哦，因为这个做起来时间花长一点，哈、哦。有没有听到声音？今天谁生日？这是有关于它做成一个实用的小型的这个可能收音机，可能小型电器。再紧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还做一些有关于风力的部分哈，风力的。但这部分东西哦，可能就是要讲的话，又要花时间哦。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风力的，你注意看这个风力发电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哦，你看它速度就知道。我们看一下它速度。还是要这样子来，好，你就放到这个包包，好，坐下，坐下。这是早期的作品，这个叫做这个风力发电机叫主力型的风力发电机，主力型的哈、哦，这个主力型的可能现在被淘汰了，功率不好。如果有机会，我们专门找一堂来课来讲这个风力发电机的种种，这个叫主力型的。我们到时候看阳历型的，这个主力型的哦，功率不好，我们可以看这功率不好，就找我们最一开始是用这种，因为它最容易转，但是呢，它的效率不好，效率其实蛮差的啊。我们拉一下好了，我来了，老师来了。你看二号机，你看看它，这就是阳历型的，这个叫阳历型的，两叶的螺旋桨是这个叫阳历型的，用的是 lifting force。当然讲解起来有点麻烦，但是我们看看结果就好。你看这速度，猜猜看这个速度啊，可以快到比那个风扇还快。这个转起来的速度，它本身的速度比风扇还快。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它的尖端的速度啊，翼尖的速度可以是风速的4-5倍，甚至6-7倍都有可能。实际上就是非常快，一分钟可以转到1200转多少？1200转，这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自己做出来的，是工业型的。哦，如果我们有机会啊，但小朋友就不适合了，因为它有点深啊。我们可以讲一下它的细节，就是今天只是给各位看看，让小朋友看看我们的这个影片哈、啊，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长这样。我们再看看，好。
我们再看看一个，再现在我们现在风力发电其实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呢？风速不稳定的问题，第二个是风速哈、哦，它比较小，因为风的那个能量密度很低，所以通常做很大，但是在地面上做的话，有时快时慢，然后有时甚至没有，然后为了又要做的很大不方便，所以我们想这个办法来。你听这个声音是哪位呢？就这位，啊，我们右手边这位哈、啊，右手边声音。在上面挂在上面，让它在天上发电，直接发电，让那个 LED 灯亮。看到哈、哦，这个如果有小朋友想做，这個、可以做，这个不难，这个会放风筝就可以做。哎，风筝对，在风筝线上，要稍微拉一下，拉一点点就好，别拉太多。哎，等一下，让拉下来看看他的镜头吧。有你镜头，我记得。这是我的老学生啊，老学生。这是老学生叫的声音。应该有吧？没有。哦，没有，风筝放上去，把它拉，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有啦。老师刚好挡到镜头，好，在前面，好，这是这个是二号机哈，对，把它改了，那里改了两侧，我们拉上去看看。拉上去，看地面上风速并没有快，拉上去是风速开始快起来。哎，对，手上这个时候放这个风筝，手上戴手套了。哦，我的学生是这做这个蛮辛苦的。再拉一拉吧，再拉一拉。没有拍到灯哎。来，老师来，因为老师看的比较熟。在海边了，我们先到海边去放。测下风速啊，你可以看出来地面上风速的确比较慢。到了晚上，看把那个电线上的电呢拉下来。这件事情，这个学长在场，应该在场啊、哦，几天前的事了。啊，整个把它点亮哈、哦，整个把它点亮，非常容易。这是有关于，哎，我看一下这个蛮弄掉了，老师看一个那个 Discovery 看看有没有，他不理你。好，等一下，哎，是这个，我看看，哎，聪明。这个哈、哦，或者我们把它做变得更大一点，我们看看，哦，老师啦，啊，老师跟你说。应该是在附近的。打回台湾，找不到，糟糕！老师找不到。这个我们做的蛮大的哈，做的蛮大的。这老师一个朋友，新竹有半年的时间是在七八级的强风之下，不是东南就是西北。拉一下。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在一个非洲，一阵强风来，刚刚是十公斤的话，就变成80公斤。The team designed an airborne wind turbine, one supported by air currents, without a traditional turbine tower. A kite is tethered to an aircraf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turbine, which in turn uses a conductive tether to transmit energy to the ground.
The innovation of this team allows individuals to combine kiteflying and wind turbine technology to harness stable high altitude wind currents, which are then stored in batteries. The team asked Ho about an ideal kite design that could generate more lift.风的话，我有一些空间可以在2公斤，所以地面上的风也会不稳定。然而，我们就想说，截取高空上的风，可能越高地方的风，以越高空间都够到达。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发电机这样子，那我们怎么亮度的？那我们现在发就是限定在我们的6伏特，因为我们的电池就是只有6处秒这一块，所以它基本上越高越亮，就是只是432赫兹。对，把它拉到上面，可以看到哈，对，把它拉到上面去。这个我们当老师用了，这个把它去掉。这个当然是用一个特殊的办法，然后在高空的时候呢，非常平衡的正对的迎风发电哈，这也是一个小小创意。那因为今天我们在下面这个，看好有没有？我想，再要吧，这个好了。这个就是有关地热的部分，好，有关地热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跟各位讲绿色能源，好，绿色能源跟绿色里面涉及的物理。我们因为今天小朋友很多哈，所以我们主要是看看，大概是哪些应用。温差是底部有一个容纳热能力，加热之后呢，上面的温度比较低，下面温度比较高。那关在这个温差气室里面的空气，就因为这个空气温度升高，空气温度升高的这个膨胀。就推动这个活塞，等到归零之后呢，这个活塞要开始向下压，把这个连气筒给移动到下面，反到上面，上面温度比较低了，活塞就向下压缩，然后把了。这后来我们在台北市做了一个大，还有地热的确可以发电，这 LED 灯将近100个以上。这有关地热的，最后我们讲一个我们最近做的哈，给这个在场的好几位同学都参加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对，这个是吗？老师都要看更大好了。在游泳池做海浪发电。什么是海浪发电？海洋能量有哪三种？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等一下复习一下哈，复习。来，这是我们的造浪机啊，造浪机。你看。这个发射电力来有没有？事实上啊，我们最近做的可以用超亮的 LED 灯都可以亮。这位同学，当我们就好来了好几，来了好几个同学都参与这样工作。那我现在哈，因为我大概的想要把这个刚才讲的做个简单的 summary 一下，就是简单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题呢，讲绿色能源里面的物理，因为时间很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大概提。首先呢，我们把刚才讲的稍微复习一下。首先我们讲这个蒸汽机谁发明的？蒸汽机谁发明的？有没有印象？谁发明的？不是瓦特发明的，是瓦特改良的哈，要记得哈。但是为什么讲蒸汽机？就跟你讲说，绿色我们使用能源之后呢，我们引发所谓的工业革命，才有近代文明。那现在呢，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化石能源呢改成绿色能源。那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海浪有没有？海浪、风力、地热等等等等。当然我们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刚刚有些是动能直接转成电能。但有些呢是经过热能转成动能，再转成电能。那我们今天啊，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整个能源的来龙去脉，工业革命，然后呢，现在呢有近代文明发展之后呢，我们希望一个绿色的能源革命。那我们有好多种方法哈，刚才提到好几个，对不对？大家的印象。那我想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实作哈，我是这样子。那讲到说是把热能变成动能，再变成电能这种过程的话，提到这个热机。
那所以今天我基本上带来的呢，就是一个有热机，最简单的热机。同学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看看有没有人会哈，有一个叫做太阳能烟囱的，听过没有？叫做太阳能烟囱，它在澳洲还西班牙都做过。它怎么做呢？它基本上搭一个透明的棚子，那个棚子蛮透明的，就是很大一面的棚子。那棚子离开地面大概1.5公尺左右，棚子中央呢有一个烟囱，然后让太阳把这棚底下的那个热空气散热之后呢，从这烟囱里钻进去之后，从中间升上来，然后在烟囱里呢，就利用热对流的引发的气流呢，带动发电机来发电。那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就演示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各位做一样这样的东西。那最后等到完了之后，老师再秀给各位看一个火箭，火箭是种热机，啊，是种喷射引擎就是了。但是我们到最后，现在我们就请各位同学哦，把几个同学把这个材料发下去，好不好？我们动手做做看，基本上一个人可以做一个。啊，要这个东西我先在这里跟各位简单的说明一下它的构造哈，给大家说明一下它的构造。这个可以镜头来稍微拉一下这个镜头吗？好，别放这，好。坐在那这里要挡到。好，谢谢。又有点搞不清楚它镜头从哪来。这个 camera 跟那个。哦。哎呀，还正好。好。我们边发这个材料哈，边发材料，我们边看一下这个构造好不好？注意看哦，我们今天这个这个要特写，这个要特写。我们看到特写，能再重一下吗？Okay. 因为剪这个影片呢。剪这个时候哈，它有一点点危险性，有点危险性。我来拿给各位看，有底哈。剪这个时候有点危险性，所以我们有手套，手套也发下去。我们有手套，小心不要受伤。有剪刀哈，有没有带剪刀来？糟糕。对，哎呀好，只有一把而已，一把嫌少了。没有我知道，二十把有没有？20把。我们就剪一个到底哈，我们要还要画线就是了，还要画线。先把材料画。现在哈，大家的多一些材料都有的时候呢，请各位稍微安静一下下，要坐我来，对。同学，各位老师，各位爸爸，各位妈妈，各位爸爸，各位妈妈，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东西哦，不要着急，时间一定来得及。我们有好几位这个助教呢，都能够处理这个事情，不要担心，所以不要着急。我们每次在参加这类活动的时候，同学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担心人家做完没有做完，就变得非常压力非常大哈。我们这有几位助教都可以帮忙的。我们先看看。当然我在边讲这个的时候呢，各位边欣赏我们的作品啊，在桌上这个作品，上下两个相反，来听我一下，怎么了？好，进，插一个条，来，你看喽，诸位，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镜头哈，因为先听老师讲一下哈。先听老师讲一下，就要专心一下。你们现在所有同学站好，不要动了，很简单哈。注意看这个构造，我们今天发现有一个木板，有没有一整块的？好，然后有一根杆子比较粗的，好，这个还有这一根横杆，有没有？有看这个东西可以先煮起来，没有关系。好，等一下就先煮这个，很容易的，不到3分钟就煮完了。不讲话。然后另外重点是在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哈，是在这里，不知道各位看到有一个给各位的磁铁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磁铁？是还没有，对不对？没关系，他等一下会发下去，也不着急，不着急发。现在，这个叫做志强，不着急发，不要跑，现在不要跑，都站好。这有一个磁铁。这镜头不对，镜头那个焦距，这个磁铁放到这边，对不对？放到这边哈，那这个磁铁呢，到时候我们要小心要调。像你看，它现在就转的有点不太顺，主要原因哈，它就是因为怎么讲，是那个
冷气吹它的关系，也有其他原因，我们都要做好的慢慢调，没关系哈。那这里有一个磁铁，这个磁铁呢，要让它在这个可以刚好可以塞进这个木材里面的一个孔上，然后要稍微把它顶上来一点点，让这个磁力稍微减弱一点。磁铁的下方有一块小小的铝片，有双面胶把它粘上去，可以吗？可以哈，那个双面胶粘上去，这样可以避免它那个磁力过强，阻力太大。然后下面再一个钩子，好，这个钩子也有，然后钩子下也有，不是钩子，只有钉子就可以。我们到时候会有人用 AB 胶粘上去。好了，粘上去之后，下面的构造很简单，一个倒梯形的构造，比较细的木杆，然后下面有一个托，有一个木板托着，插进去可以一个倒梯形的，小吗？可以吗？都可以看，先不要动，没关系，先让我讲完。好，把这个倒梯形的东西插好之后，哎，它变成一个托，哦，一个托子托着就可以了。然后呢，这就完了。但是呢，今天唯一耗时间的，其他都不耗时间，完全不耗时间。唯一耗时间就要做这样东西，这样东西。可以看到哈，可以看到这上面都可以画两个圆，画两个圆，到时候要剪掉外面那个圆，把它剪下来。剪的时候要戴手套，因为对我来讲我没有受伤，所有同学都没受伤。可是有些同学，有些小朋友，或者我那天想到有小朋友在哈，如果是家长的话就还好，但有小朋友在的关系，万一受伤，所以戴多买一个手套，然后把它剪下来，把那手套要戴左手。有些人是戴右手，如果他是右撇子，跟他反而是戴，他戴到右手。对，其实哈，真正重要是剪用剪刀那个手，因为这个手不然容易受伤。用剪刀那个手，他因为剪下来的时候会有点刺刺的，知道哈？用剪刀那个时候戴手套，可以吗？剪下来之后，剪下来之后，我们先画线再剪，真正都要打圆点。你看那个边缘上，大圆上是不是有圆点？有孔，对不对？就这个地方连过来，连到不要贯穿小孔，不要贯穿这个小的圆，这样画过来就是了。一共画12条，然后就把它剪下来，就变成我先讲了，可以吗？可以，可以哈。好，这个做完，市场就 OK 了，没什么，就这样子，可以吗？好，好了，就是我们边欣赏这个作品呢，然后呢，我们边来做。好，这个作品是跟各位不太一样，就是下面转下面的，上面转上面的。好了，可以动手了哈。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我们有的小助教会帮忙。好，没有关系，这个时间还来得及，不要着急。好，不要着急。你知道怎么做吗？知道怎么做吗？剪下来就可以了，不要受伤了。剪下来之后呢，要把它折那个角度，折的时候再请助教帮忙哈。这个玻璃因为这个，可它是玻璃没那么多。玻璃没那么多，所以用铝片代替。玻璃是太小一点，好很多。这里就要塞一个墙壁。对，好很多，用玻璃画好很多。你看这两个都可以转，我喜欢这个。没有的，你这个没办法挡住，没办法挡住。我们所有大朋友小朋友注意一下，我们的小助教有一个关键的步骤要提醒大家。那我把这个交给博宇，来。那个这个比较细的这个布子上面有一个小洞，等一下我们有需要用气包线让它穿过去，所以大家请留意一下，让它朝上，不要让它塞到那个木板里面。这里要叫小洞，谢谢。对，那边可能不是知道。谢谢博宇哦。太多小朋友都没有在听博宇整个讲话，所以可能爸爸妈妈要注意一下哦，就是那根细的杆子，有洞的那一个是朝上，不要塞到下面，塞到木板就没救了。这样的话。今天好，那边起来一下。对，那边好，不能着急，因为我看很怪的，家长没参加这个活动都担心会慢，就是不会，因为时间长很。干嘛用这个好？他说顶出来一点点。顶出来就是让这个磁力呢刚刚好，太强了会反而会不转。现在就完了，这么快就完了，下面怎么办？下面就回家了。就是在说着急不？你看到这个是有没有？好了，这要折一下。你要有一个角度这样子。对，要折一下。
从九岁，爸爸妈妈们啊，这个剪那个叶片的特别要仔细点哦哈，这个是很重要，剪的要像这样子，这个做得很好，这个做得很好哈，要剪得像这样子，然后呢要折，这个折要看一下老师折给你看好吗？好，你看哦，这镜头没办法抓这里，过来，喂。那这样好，直接看。好，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上面的，你看到这样的把它折，先这样折，把它折出那个弧度来，太小了。你再进。好好，这样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直近到那个，再近。好，你看，可以看到哈，你看我是这样折的哦，把它折弯，小心手就是了，但是很安全，应该很安全。好，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老师怎么折？有哈。对，要折出那个角度来。我跟各位讲，绝对不要着急。我觉得有些人哈，为了赶时间，管他上去先剪完再讲。这又不是买股票，对，先不要急哈，先不要急。我们先把它做的对劲比较好，时间好多哦。等一下老师等要没东西可以讲怎么办啊？我唱歌好了，我唱歌要不要？啊，都做完到时候没有事做，我要唱歌啊，不准走，我唱完歌才走。慢慢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正确就会动。他这个哦，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啊，不是真的不是完全随随便便。对，你看像做像台上这样就有趣，可是万一不动的话，它有些原因。好，我们先折完再讲，好不好？折完再讲。不，我下去。来，我看还是没人，完全没有耐心听。那对，像这样，对，这样哈。等一下反过来这样折，过分一点没关系，反过来。好，朱老师报告哈，因为周老师觉得他在台上讲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他现在决定这个每一组去做示范，然后行为演出了。所以周老师现在从那个位置开始，就是在每一桌都会稍微示范给大家看一下，请大家不要急哦，因为我们整个活动时间是到4点，对啊，就算做不完的话，我们也欢迎留下来继续做，所以不用担心，不可能做不出来了，加油。对，不可能做不出来了。对，周老师说他带过这么多场，没有做不出来。对，大家唱歌了，真的。所以不要担心。这样，你看，这样，你看，看我的手。从里面直接用点力。用点力吧，不要对对掰一下。对，过分一点没关系。过分一点。过分一点没关系。掰一下。我知道。好。掰一下这样。其实我同学都会。博宇，也跟他们折给他们看一下，不会折帮他折没关系。好。拿一个折给他们，然后。秀给他们看好吗？这样可以吗？过分一点，再过分，再过分一点，再过分，靠内侧的地方。靠内，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不会。好了。好了，然后再这样子，同一个方向。不要快，我们不要快，我们每次在台湾都这样，干什么事都要快，干嘛呢？买股票，真的是买股票，别怕快。嘿，你看，我折的不错。可是为什么停下来，知道吗？因为冷气机一吹，风上面的气流不见了，你把它稍微围一下就好。好，稍微围。这个是，因为它有点，因为上升气流被吹走了。看到没有？啊！要挡一下，不，他等下把冷气关掉就好了。说明江涛朋友折比我还好，有的专家会随便讲一通，你知道吗？自以为是，专家都这样自以为是。那个就是，其实就是动。如果你看有些动物好漂亮，那是在动，那自己在动吗？有好几个做得很漂亮，但是有些好像有点不太动，原因何在知道吗？
有的时候是刚好在那个出风口，它那个我们的那个冷气啊，把那个火焰的上升器给它吹歪掉了，所以没有发生供暖哈。有的时候是那个整个夜间不好，我们慢慢来没关系。不过很怪一件事，就是没人听我在讲什么，那太好了哈。这个所谓教学相长啊，知道这边那个折那个叶片的折法哈、啊，就是老师自己说哦，我自己也许有成见啊，有些我觉得这折的还蛮不错的，可以大家参考一下。你看这两个都做的还都可以啊，因为风这个也不错，你看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折法都类似，但转起来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老师也不敢说是我做的一定最好啊，但是呢。大概提出这样一个构想来，有些人责任比老师还好，因为情况很糟糕的状况他照做，看到没有？这个都做得不错。可以啦，旧的可以。可以吗？因为你看，他有些人做法还真甚至比我想象的。他每次我们来玩都会有很多很多礼貌嘛，然后真的有很多人都是来参加很多的。哦，你这个做的也很好。他是因为冷气有什么要吹风，把风吹掉，连火焰歪掉了。但事实上，我有必要才做的罩子，它一样整个罩子在动。可以啊。哇，这做太好了。好，这个苏老师再报告一下，已经做完，然后很有成就感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问卷，因为已经发现有些朋友开始有点无聊了哈。如果是进度超前的话，帮我们填一下问卷，然后给我们一些意见指正，然后所有想跟我们说的话都会在问卷里头反映。谢谢大家。目前大概成功率至少有90%吧，多少钱？超好，我跟你讲，别担心。其实啊，这个我跟各位讲，到了没有风的地方都会动。知道有当这个，因为这个实验的这个变音很少，没有风的地方都会动。现在有些地方有些人动了比较不好的原因啊，是因为他有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叶片折的实在太离谱了，不行、啊。叶片折的太离谱了也不行，但是它是大部分动了，这个太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能动就好啊。不过老师不坚持我的折法，因为我没气场啊。非常难忘的愉快的周末午后，还有东西可以带回去哈。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周老师跟我们最后再讲几句话，谢谢。我这里当然非常感谢我们两位老师啊，这个，那他的事情我一直鼓励奖励。哦，而且今天我觉得还可以哈，大家做的还可以。那怎么讲呢？提前时间跟各位强调一下，这个东西带回家哈，带回家之后别弄坏。如果可能的话，自己买材料来做也可以。只要空气比较稳定，只要上升气流很明显的话，一定能转。哦，这是第一点。再紧接着我谈三点东西。这个磁铁的那个位置哈，要稍微离开那个远一点，调到那个磁力稍微小一点，就比较容易转。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要跟各位讲，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叶片的转动的那个搬动的方向哈，我觉得有两组做的比我还好。这个老师说，这个教学上长有两组做的比我还好，更合理一点，啊，更合理一点，而且可以参考一下，基本上就是弯下来而已。那重点呢，就是说回去之后呢，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哎，没有风的地方，通常99%啊，更好的，好不好？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朱老师，也感谢大家了。好的，其实他应该是看出来所有人都意犹未尽啊。不过今天活动时间到了，所以本来我们还准备了很那个赵老师这边准备很精彩的节目，比如说本来要发射火箭啊，但是今天呢刚好天气天公不作美又下雨哈，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常请周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大家说好不好？好。好，各位老师，所以这个周老师下一趟一定要来给我们。
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感谢状，要谢谢我们周老师，还有今天他带来非常优秀的他训练出来的四个助教、四个学生。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简单的致赠感谢状仪式，然后请大家把手借给我们。我们感谢一下周建宏助教周老师。谢谢大家，拜拜。